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，诸位同学，今天是2010年的元旦，我们非常欢喜能在这个地方聚集一堂啊，度过美好的年节。大会呢，要我跟大家讲几句话，我也想了很久，好像是在最近的没多久，全球连印一个影片啊，2012，我是应该将近50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。那有同学要我一定要去看看，我也就同意了。去看了一场电影，然后才晓得这个影片是全世界同时连映，许多人都看到了。我觉得这是好事情，好在哪里呢？它给我们世人提示了警觉，现在的社会动乱，灾难很多。从哪里来的？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大乘经典里面佛常常告诉我们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识就是念头，也就是分别执着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我们的念头好，境界就好，那变出来的嘛。那见性这个念头不好呢，那境界就不好。从近处看，这个是我们学佛了几十年的经验。所以学佛，同学们一定要知道，大乘经不能不读。不能不认真去研究，我在最初接触佛法，方东美先生给我做了详细的介绍。他老人家晚年就是最后的这20多年。在学校里开的课程呢，全是佛经。在台湾大学，他讲了大单元，大乘佛学、魏晋佛学、隋唐佛学。最后离开学校退休了，辅仁大学请他去在博士班讲华严哲学。这四个大单元呢，大概他讲了22年的时间，这是一位名教授啊，我是从他那个地方学来的，他告诉我，佛法是大学问，佛法是智慧，佛法能够解决哲学。科学里面不能解决的问题，换句话说，佛法是圆满的哲学，圆满的科学。它对世人来讲，确确实实给世人带来欢乐、喜悦、健康、长寿、家庭和睦、事业顺利。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
确实有。非常可惜，在我们这个时代呀，大家对佛法迷甚，以为它是宗教，以为它是迷信啊，这个也很难怪。为什么呢？我在二十几岁之前呢，也是这个看法啊，大家都这么说吗？我们都以为是真的啊。所以我如果没有遇到方老师，这一生呢，绝对不会去学佛，也不会去碰这些宗教。啊，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，他给我介绍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啊，最后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那么我是从接受他老人家教诲到今年59年了，啊，59年的我感激他，啊，他跟我讲的话完全兑现了，啊，他没有骗我，啊，我确实在这个社会当中过着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孔子《论语》的第一句话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越是喜悦，喜悦从哪里来的？从学习当中得来的。啊，学是跟老师学，习是把所学到的东西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，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那你就有乐了。啊，就学了。佛法里面告诉我们，你真正学佛，你法喜充满啊，常生欢喜心啊。如果学佛得不到法喜，不能生欢喜心，那不是佛法不灵，是我们学错了，肯定是学错了。如果学得正确，决定是常生欢喜心。你心里头没有忧虑，没有烦躁，没有烦恼，啊，它真的能帮助我们化解。佛法讲戒定慧，定能伏烦恼，啊，慧呢能把烦恼化解，啊，一定要开智慧，不开智慧呀，靠定功啊，只能够伏降伏啊，有一定的限度。所以它有极限，啊，智慧开的时候，极限就没有了，啊，才真正能够融化，啊，怎么个说法呢？我自己的经验，不可以一天不读经，我不读经呢，就跟佛没跟佛见面了，读经就是跟佛见面了，啊，不但要读，要研究，啊，这佛法应该说参究。可是参究我们一般人做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参究要立心立识，啊，那是功夫很高的人才能做到，我们一般人研究就好，啊，研究古人的东西。我们现在有两个障碍，第一个呢是心不清净，啊，这是障碍我们智慧；第二个是文字上的障碍。因为佛经最晚期翻译的都是南宋，距离我们现在也应该有700-800年，啊，所以用的文字是文言文，啊，那文言文这是开启佛法的一把钥匙，啊，所以文言文一定要懂。那文言文学习并不难，老师告诉我，用1年的时间，你就把钥匙拿到了。啊，这个1年怎么做法呢？读50篇古文，要把它念背，要能够理解得很透彻，你就有能力看《大藏经》了，你就有能力看中国的四库全书，你的钥匙要
一年时间，啊，那一个星期学一篇，啊，一年50个星期，你就可以做圆满了，啊，你要是老道，如果你再用一年的功夫，2年，你能够学100篇，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，啊，诸位要知道，文言文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，只有中国独家有。啊，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老祖宗真实智慧，啊，他在几千年前发明了这么一个方法，就是言语跟啊这个语言跟文言分开，走2个道路。语言常常变的，20-30年呢，那些用的术语名词，它就产生变化了，啊，所以说语言会变，变久了，后面人就听不懂。这个外国的，他们是语文是跟文字是完全是一样的，啊，所以古时候拉丁文记载的，现在欧洲人就没法子阅读，连专家学者也没有办法来解释。中国老祖宗想出这个方法，啊，语言随着变，文言永远不变，啊，所以永远不变的东西，你看看几千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，就如同面对面谈话一样，啊，就真正把他们的智慧经验呢传递给下一代，这是中国真正的宝藏啊！所以文言文很重要，啊。我跟蔡老师谈的这个问题，蔡老师很欢喜，他说我来学，我来教，啊，吉隆坡啊，这个文化教育中心啊，将来就他在那里开这个课，啊，这是教文言文啊，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认识，这是中国宝藏里面的宝藏啊，开启宝藏的一把钥匙。一定要很认真去学习，不困难啊！如果是在小学、中学来教的话，那就更容易，那个根呢，那就扎深了啊！我们这一代呢，疏忽了，试学了，现在卧补，希望把下一代的时候啊，从小学、中学把它带起来啊，那我们的古籍就沉船了，后继有人了啊！就灾难的化解，这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不值得这个惊慌。佛弟子怎么样来应付呢？用清净平等觉啊，不但能化解灾难，纵然呢众生共业了，我们人数少啊，啊，我们修行功夫也不到家了，啊，化解不了。但是把灾难减轻，那是绝对可能的啊！因为这个事情既然公布了，我相信全世界人一定为这个大灾难去祈祷啊！每一个宗教呢，他都有警觉心啊！我想这个2011年呢，可能是变成一种传说，不会有这种事实发现啊！我们佛弟子要认真有理，把这桩事情放在心上，认真的念佛啊，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啊是什么？是自信的名号啊，是自信的德号啊，所以念这句佛号，常常念，就把自己的信德唤起来。可是你要懂得这个意思，你看密宗他讲求的啊，这个念咒，口念咒，心观想，口手接应，叫三密相应。南无阿弥陀佛也是一句咒语啊，它是完全从梵文翻的，所以我们懂得意思，懂得意思就知道怎样做观想。南无翻成中国意思是恭敬、礼拜、皈依、皈命，有这些意思。
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智，翻作觉，所以他这个整个名号就是我们皈依皈命啊，无量智，无量觉，天天念着无量智慧，无量觉悟，这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啊，所以他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。如果我们用清净心去念，感应不可思议啊！那我们念的时候，又是念的没有什么感应的，那我们是心浮气躁，这个妄想杂念烦恼太多，夹杂在当中，把我们念佛这个功夫啊，减弱了啊！是这不是没有功德，有啊，决定有功德啊。那么在这个。看到这些灾难，看到这个景象，可以把我们的欲望冲淡啊！看到这个景象就，你说是这个毁灭啊，地震毁灭了，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啊，就不存在啊，所以何必去留念呢？啊，留念阿弥陀佛，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啊，统统放下。啊，念佛堂上堂主也常常告诉我们，放下身心世界，提起正念，正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。确实啊，我学佛你看59年了，这将近一家子了，身心健康啊，确实这么多年当中烦恼一年比一年减少，智慧一年比一年增长啊！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？诸位常常听我讲经就能听出来啊，境界年年不一样啊，一年比一年向上提升，这就快乐无比啊！啊，这得的真快乐啊！啊，所以身心健康啊，随缘。学妙用啊，妙用是不分别不执着就妙了，随缘要有分别执着，要有自己成见放里面，那就不妙了。不妙是不妙是造业，做善业三善道，造恶业三恶道啊，不管你是善与恶，总而言之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所以这就不妙了。在念阿弥陀佛，六道轮回里头没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在六道之外，那你就超越六道了啊！我们一定要超越六道。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们心变现的，也是唯心所现。那阿弥陀佛从哪来的？阿弥陀佛也是我们心现的啊，心心识变。所以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哎呀，原来阿弥陀佛是自己，极乐世界是自己的故乡啊！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说是流浪，不如说是在做噩梦不是流浪，是在做噩梦啊！一觉醒起来，醒了之后极乐世界就现前了，弥陀在我们身边啊！我在此地，这新年今天是阿弥陀佛的圣诞啊，阿弥陀圣诞是哪里从哪里来的了？啊，弥陀又没到这个世界来出世，啊，圣诞从哪里？我们听说是永明延寿大师的生日，啊，是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，啊，永明延寿。永明延寿在这个史书里的记载，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啊，所以就他的生日变成了阿弥陀佛生日了，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在今天这个节日啊，这么殊胜，又碰到元旦，又碰到是弥陀佛生日啊，所以说无比的欢喜，我们有缘聚集在此地啊。那么将来我们希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也聚集在一起啊。我今天的话就说到此地，谢谢大家。下面是
胡晓林老师的报告啊，我相信他今天晚上报告是非常精彩，所以我要听圆满啊，非常精彩。